我理解不了，怎么会舒服呢？他拿个东西在我耳朵里套来套去，但我很舒服，还是采耳的很舒服。采耳没买，我没采过，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舒服，我觉得我不会舒服，因为我会很难受。它掏耳朵可痒了，我受不了，我就碰我耳朵都不行，我那更别说采了。我到时候这样一抽抽，把耳朵给我抽掉了，洗脚也不洗。今天跟朋友去过，按得我老痛了，天哪！真的，我甚至都怀疑你是在给我洗脚还是在给我裹脚。哎呦，那个手劲儿真大！我怎么不去参加举重啊？我都甚至觉得我这不是这个朝代的人，可痛，那个。绝对不去那个按脚的，他那个手劲儿他不大呢，我就觉得那我不如自己买个木桶泡泡，那手劲儿大的真的要不得，脚背都要给你撅断了，那就不就跟裹小脚一样吗？洗个脚我都变成穿25码的鞋了。推拿其实正骨那个我觉得还可以。还挺舒服的，蒸完了之后就是维持时间太短了。拍戏分组嘛，一般说平短剧我们是不会分组拍摄的，有的时候那种大组他们会分组拍摄，分 A、B、C 组，这样的话进度会快一点。泰式就是也是那种拉来拉去把我像捏橡皮泥一样捏。正骨会不会痛？真的不痛。你看着它很可怕，那种咵咵咵咵咵，但是真的人家弄着不痛。我上次，我还好像在群里跟大家发过一次视频，就是我去正骨那一次嘛，就真的还好，不痛。但是前提大家还是找专业一点的。对，正完了的中医正骨真的可以。就是维持的时间，它不会太长。那段时间你可能你要保持那个体态，长高没？没长。它能长高？可能一时间那个被打直了之后，它是会高一些。但是我想起来了，他当正骨的时候，他不是，他就是他好像就是中式推拿，那个推拿的时候也是有点痛的，因为他劲儿很大，那个师傅真的很大，那种中医推拿他，我觉得比一般的那种 SPA 馆的那种人家发力要更猛一些，他用那个拐子给你抻着这样弄，你那经络呀，就是不通也得通。我没投资过短剧哈，我没投资过短剧，我自己本身不，我是相当于是以演员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到组里，对，我也不需要投资，我不需要，今晚肯定要拍啊，不拍我现在就不穿成这样了，我回去卸妆了。
等我在后场等他们叫我。几点开工不知道，这个得按照组里的拍摄进度来。比如说今天拍，咱们拍晚了，那我们可能就会晚一点出。卸妆水，哎呦，前几天我给大家播那个卸妆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种享受。我这两天回到那个房间哈，我真的，我昨天有一刹那的意识就是，老子这个妆跟头发老子不想弄了，我明天就原班这样照样出。我想说，干脆睡现场都行，就头发也不要，第二天我还不用出妆，省了1个小时的出妆的时间，卸妆时间也省了，直接倒床上就睡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睡不着，我现在这个点儿就跟打了鸡血的一样，还喝了咖啡。其实没有给你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半夜三更喝咖啡真的不好，但是我觉得最近。前几天才说自己咖啡少喝的少了，这几天又来了。哦，我这几天我心脏现在无比的强劲，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，可能状态没调整到特别好，但这段时间我状态回来了，特别是自从那天查了我的那个激素六项之后。肯定可以。我这个激素流向可以，非常之健康啊，太完美了。所以说，我就说自己是那种国防身体噻，我熬夜都熬，经常熬夜哦。但是我激素真的特别之稳定，那个就是那个指标哈，它是往着非常之健康的人那个指标在靠的，所以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体就是无比的信任。哦，我这几天都不觉得自己淋巴肿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那个淋巴肿不肿啊，它完全是心理因素。感染功能没去查，因为其他地方我查不了了。当时我是因为在医院拍摄，然后他那个查那个比较快，激素流向那个，我去抽个血嘛。而之前不是也提到过查激素流向嘛，然后我就只做了这个。抽血可以一起查，我不懂嘛？你现在跟我说了，我就懂了。医院那套的我不是那么清楚。你现在跟我说了的话，你早点说噻，早点说嘛，我当时都直接一起都查了噻。对，这是冻干的咖啡。肿瘤标志，我就是抽血能查的都给他查是吧？不能喝别的吗？放心，没事。我这个很淡，我泡的也少，我只倒了半包，只倒了半包进去，就是去尝一下味道。我得喝点水。今天喝茶了的，我搞了可多茶了，房间里搞了一箱。好喜欢这种雾蒙蒙的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感觉在我们重庆哈，它就是这种雾蒙蒙的天。但感觉现在重庆它没有那么大雾了。呀！又是便利店打折。我那个还真的不是便利店打折买的哈，我那个水哈，我还加了跑那个叫什么跑腿费加了，呀！数据又要掉了，遭不住了。有多少人现在？18800。这么多？拍什么戏？什么？不是拍什么戏，不要拍，我跟我旁边的老师说，为什么？我188000也拍戏。拍戏的。拍戏的钱还不够他们打赏，不一样。拍戏是热爱。